人際關係是我們人生必修的重要一課。今集要介紹的獲獎教學設計作品，三位老師透過公民課教導學生通過自我反省，學習謙虛、寬容大方，時刻保持一顆感恩的心，更加重要的是學識認錯和道歉。我們一起去聽下老師的分享。咁今集係我身邊嘅嘉賓咧，分別係黃群珍老師、魏春光老師同埋殷艷紅老師，歡迎你哋啊！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份獲獎嘅教學設計嘅內容呢？好啊，我介紹一下先啦。咁嗰個教學設計內容咧，係品德與公民科小五年級嘅交往冇煩惱。咁呢個課題咧，主要係針對部分小學生啦，佢哋與同學交往嘅時候咧，係唔能夠切身處地咁樣去感受他人嘅思想啊、感情啊，唔懂得去寬容嚟設計嘅，引導學生寬容對待他人咧，就係把體諒啊同埋呢個寬容咧作為人際交往嘅重要原則。我哋咧會同多個隊分析這個造成衝突嘅原因啦，同埋妥善處理同學之間嘅矛盾。希望咧都能夠用正確嘅解決方法，同埋掌握呢個和諧嘅藝術啦。掌握道歉的方法，從而讓學生懂得學會道歉的重要性。那我這麼聽，你們這個課程其實最主要就是圍繞寬容和道歉這兩個重要的內容的，或者老師為什麼會將這兩個的內容放在你們的課題裡面呢？其實你覺得這兩樣東西在學生生活中有多重要呢？因為在品德與公民科的教育裡面，這兩個內容在現實生活中是非常之重要的。現在的小學生在這兩方面是較薄弱的，因為他們成長的階段裡面教育上是有不足的問題的。咁可能普遍的家庭只有一個小孩啦，以小孩為中心啦，家人過分的關懷啦，變成溺愛，形成了他們自我為中心的，想要些什麼呢就要些什麼，沒有站在別人的立場來去想的，也都不理會別人的感受啦，只是知道自己的感受，就是因為這些不和諧的情況出現，造成了同學之間溝通上是出現了問題的，因此這兩個課題作深化的教育是有實際的需要的。其實我們都知道同人相處、待人處事都是很重要的，而不知道以幾位老師你們的觀察，譬如小學生他們普遍在這個年紀他們同人相處會比較多出現什麼問題呢？同學之間的交往就會有部分的同學放不下他們自己的意見或者他們的建議，就不懂得站在別人的立場、他的角度去想問題，所以在溝通上面就會出現問題，最容易引起一些事端。有時候有些情況就是我去原諒別人，但是別人不懂得去原諒自己，又不懂得去反省問題，就變成是另外一個局面。還有也有一些是不懂得去原諒別人的，變成在這些問題上面大家有一個衝突或者有些誤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老師知道也都要去處理，還有要去做相關的教育這樣。剛才老師你就提到一個原諒，原諒的前提可能是譬如同學仔要道歉的，我們都知道很多時道歉都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可能是我知道我自己錯了，但是硬是就是覺得不好意思去跟別人道歉的，不知道老師對於處理這些情況有沒有一些好的方法教給學生怎樣不要害怕去跟別人道歉呢，或者有些什麼技巧呢？心有協議口難開，是不是這個就是屬於一個個人的修養問題啦。在我們人始終是人，人無完人的，我們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我們做錯事的時候我們怎樣去承擔我們的責任，去面對這件錯事， 去道歉，或者是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怎樣的時候，我們要懂得去勇敢去道歉。我們必須要去教育他們，要懂得說你這件事情上面是為什麼要去道歉，為什麼要道歉，他希望同學學生就明白到他是用真誠的態度來去道歉，這個事情才會去解決。如果他們不明白的話，他根本是他的源頭是解決不了的，他只是一個表面上一個道歉，我們必須要去教育這個問題。
剛才老師提到一點，就是要勇敢一點去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小朋友他不去承擔自己的錯誤，可能會引申到就是講大話這個情況出現，就更加難搞了，是不是？而我所知道有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就是老師和學生共同製作了成長列車這個部分，或者可不可以請老師和我們介紹一下？好啊好啊好啊。咁咧，讓學生製造呢個列車嘅過程中咧，好似我哋搭火車、搭列車一樣啦。咁有中途站啊，又喺車上面食嘢啊，喺車上面走嚟走去啊，欣賞窗外嘅美景啊，就好似等同於咧，我哋喺成長嘅過程中咧，都會每一件事情嘅處理咧，都要停一停，諗一諗。咁學生對呢個成長列車嘅反應同埋過程咧，係好特別嘅。每個車廂咧，我哋係咁樣做嘅，咁咧就呢個咧就由學生自己去設計啦。咁佢哋就畫嘅車卡咧，有啲會相啲圖啦。整完之後咧，我哋就讓學生自己貼自己嘅相。至於呢個車頭咧，我哋咧就係老師做嘅。咁當做完之後咧，我本來都想放自己相嘅，突然間咧有個女同學咧就拎咗一張相俾我，佢話：老師，你睇似唔似你？哇！我覺得面尖尖，戴眼鏡喎，頭髮又，因為當時我頭髮係短嘅，係啦。咁我又俾佢哋我睇，俾其他同學睇，佢哋都話好睇咯，好似。跟住咧，我哋就即係我見到之後咧，我都好開心，係嘛？因為由同學畫出嚟，畫好天之後咧，我哋就一齊咁樣擺上去啦。咁當時個同學咧都好興奮咯。正所謂咧，如果列車要走得快咧，個車頭火車頭一定要帶由呢個火車全靠呢個車頭去帶佢咯，帶動咯。所以車頭就放咗，係老師你就係一個車長啦，帶領住佢哋。係啦，就係咁樣咯。呢個成長嘅列車其實就係每位小朋友都上咗車啦，就由老師你哋再帶領佢哋。而我相信呢個成長列車係冇終點嘅，係啦，帶領住佢哋一世去走落去嘅。咁頭先老師就分享咗好多課堂上面有趣嘅地方啦。唔知道老師又認為咧，學生佢哋喺邊一個部分咧個反應係最好或者最踴躍㗎？佢哋咧喺有一節課程裡面咧，就有一個叫歡以待人，咁嚟到去做一張感恩卡。咁呢張感恩卡嘅材料，老師會俾咗佢哋之後咧，咁同學就會喺張心形嘅卡上面寫上一啲感恩嘅説話或者感謝説話。咁有同學就寫感謝外公一直接佢放學啊，照顧佢啊。有同學就寫感謝媽媽啊，幫佢做洗衫啊，做家務。亦有同學咧就會寫嘅感謝同學，同佢係做一個好朋友。咁呢張卡咧，除咗感恩之外咧，我哋都可以作為一個道歉卡。咁裡面裡裡外外咧，都係佢哋自己去設計嘅。咁同學咧就可以將一啲感恩或者佢作為一個道歉嘅説話嘅話咧，佢哋就會同佢寫一啲道歉嘅説話啊。希望呢張卡咧就會送俾對方啦。咁對方睇到嘅，希望大家有一個互動嘅溝通嘅橋梁，咁就變咗一個大家一個好好嘅機會去有陣時有啲誤會啊，好難去解釋啊，又唔係幾好。意思開口講嘅時候咧，呢一張卡咧都會起到一個好大嘅作用喺度咯。咁所以呢張卡我哋係最後佢哋係一個活動嘅時候畫完咧，佢哋係大家送俾對方咁樣。如果係屋企人嘅，佢會拎翻屋企送俾屋企人咁樣咯。其實咧呢個感恩卡或者道歉卡咧呢個概念好好，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咧可能有呢個感覺，但係覺得講出嚟好肉麻。係啦，係啦，唔好意思。通過文字咧就可以表達自己想跟對方講的嘢，係同埋即係有一張卡咧，其實就可以保存咗啊，知道啊呢一同學仔嘅心意啊，我相信收到嘅人一定會好開心嘅呢一個。心動，大家都會感動。係喎，呢個心心正，呢個設計係啦，就會感動啦，裡面嘅説話咁樣啦。其實就係我見到老師咧，其實就係花咗好多心思喺呢一個教案嘅設計上面啦，亦都分享咗學生覺得好好嘅、好好反應嘅一啲部分啦。咁唔知道老師喺製作呢一個嘅過程，甚至係一個實踐教學嘅過程裏邊，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咁最大嘅困難咧，就係而家嘅小孩子咧，大部分都比較自我嘅。咁我哋作為老師咧，我哋都要了解咧學生嘅性格嘅。咁從中咧係有少部分嘅學生咧做錯咗咧，知道自己錯啦，肯承認錯誤嘅。咁大部分嘅學生咧就見到自己嘅同學咧識得認錯呢個行為咧，佢哋都起咗帶動嘅作用嘅。咁喺同齊嘅影響下咧，呢部分嘅同學咧都打開咗心扉，好願意講幾句。
咁呢個係細水長流嘅教育嚟㗎，雖然係最大嘅困難啦，但係咧呢部分嘅學生咧都學會道歉嘅。咁再加上咧老師設計嘅教學活動裏邊咧，例如角色扮演啦，呢個成長列車啦，仲有呢個心意卡啦，咁都吸引咗學生嘅。咁最後咧呢啲同學咧都願意投入呢個課堂嘅。咁其實咧呢啲就係給予咗老師嘅成功感同埋呢一個嘅喜悦嘅。其實我相信可能對於老師嚟講，啱啱提到就係最大困難就係營造嗰個課堂嘅氣氛啦。因為一有嗰個氣氛可以建立到，即係小朋友啊，佢哋係對待彼此係寬容嘅，係懂得係感恩嘅，同埋係唔介意去道歉嘅。咁成個學習氣氛或者係成個校園嘅氣氛都好和諧，就係老師去做呢一份嘅教案嘅最終目的啦。我相信就係咁樣啦。咁或者三位老師咧，其實今次就以一個合作嘅形式去做呢一份嘅教學設計。不知道老師又認為啦，即係要幾位老師一起去研究一份教案，你哋又覺得呢一個方式好不好咧？或者當中有啲咩好處呢？其實首先咧，我哋大家要有共同嘅理念先啦，咁係必須要有嘅。如果冇共同嘅理念嘅時候咧，唔係話唔好，咁而係未能夠咧發揮到最大嘅效果嘅。正所謂咧，三人行必有我師嘅。咁三個人咧共同做一個教案咧，都係一個學習嘅歷程嘅。喺製作嘅過程中咧，我哋處處都有學習嘅機會嘅。咁大家咧都有幾種能力嘅提升啦，包括聆聽嘅能力啦、聽取別人嘅意見啦、接納別人嘅意見啦，同埋善意咧表達自己意見各方面嘅。咁大家咧就係互相學習嘅。咁當然啦，某些方面咧都有各有嘅優勢嘅。咁啊，取長補短啦，歸納同埋整理咧，大家認為可行嘅方法嘅。咁三個人咧就會有三個方案嘅。所以咧，多啲人設計咧，產生咧出嚟都有唔同嘅效果嘅。咁其實咧係對課堂教學上咧係有重大嘅幫助嘅。即係可能透過三個互相討論啦，都互相激發起大家啲教學上面嘅一啲創意思維啦。咁另外我都想問一下老師嘅，你哋又覺得參加咗呢個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咧，自己有冇啲咩得著，或者對你哋嚟講呢一個計劃嘅意義係乜嘢咧？咁首先透過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咧，令到我哋即係同事之間咧，彼此會更加了解啦。咁喺學生嘅角度咧，係透過咗唔同嘅教學設計理念咧，喺實施嘅方法咧，令到老師同埋學生咧係互相理解嘅，咁相互咧係增長嘅。尤其喺品德與公民科嘅教育方面咧，令到老師咧喺學生嘅對學生嘅了解層面上咧係擴闊唔少嘅。咁老師咧亦都更加深入咧去反思平時教學上咧唔係唯一嘅。咁我以我所知咧，其實三位老師咧參加呢個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都有三個唔同嘅情況嘅喎，就好似魏老師咁啦，可能係第一年去參加嘅，我第一次參加，係啦，可能第一次參加咧會感受又同參加咗好多年嘅老師咧會有啲唔同，或者可唔可以請你同我哋分享一下？第一次參加咧，其實都好多謝兩位老師咧從旁咧幫助啦，因為有好多嘢咧都唔知道點樣去做，咁啊阿欣老師係幫到最多啦，因為佢都教我。怎樣去寫那個教案啦，怎樣去編排啊，怎樣去做啲活動啊，即係俾咗好多嘅意見啦。咁喺呢度咧，我都得著好大咯。對我之後參加呢個課件比賽咧，無論係組合又好，個人又好咧，都有所提升咯。咁欣老師咧，頭先兩位老師都話你經驗係比較豐富嘅，或者你參加咗咁多次啦，你自己本身又覺得咧呢個計劃一定會有啲好處，你先會參加咁多次嘅，或者有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得著啊？首先咧，我係多謝教青局誒，俾我哋一個咁嘅平台，俾我哋老師有一個機會去學習其他嘅嘢啦。咁我喺參加嘅過程咧，裡面我係可以睇到其他學校啊，佢哋嘅學習啊、教學法啦係點嘅樣咧。咁我哋嘅眼界，我嘅眼界係擴闊咗嘅，覺得我哋雖然話比較做得耐少少，咁但係咧，都要向前走嘅，與時並進嘅咁樣咯。同埋都好多謝學校，我哋蔡龍子弟學校校長啊、領導層啊，佢哋同埋我哋嘅同工啊、艾老師啊、黃老師佢哋啊，大家都係一個支持嘅。咁我都係一齊互相學習。學校裡面有陣時候我哋會有啲咩問題咁，咪同學校講，佢都會鼎力支持。咁亦都係學校亦都有支持教青局呢個活動嘅。咁我頭先老師分享就係其實你哋嘅教學都係不停去學習啦，都係一定要係繼續前進，唔可以停。
情報嘅。咁而我睇到呢份教案，其實我覺得個內容咧，待人處事咧，都唔淨止係小學生嘅。咁呢一個咧，真係我哋人生咧一世都要學習嘅課題嚟嘅。咁今日多謝曬三位老師上嚟同我哋分享噶。下一集我哋仲會有其他獲獎嘅老師上嚟同我哋分享噶，記得留意啦。